据台湾媒体报道，天王周杰伦21日凌晨在脸书发文，正是老婆昆凌的二宝已经出生。在脸书写下姐姐写的前世情人没入围，之后只好靠妈咪的前世情人帮姐姐争一口气，金曲奖可能没办法参加了。破文一出，震惊不少粉丝。虽然昆凌在6月6日传出将于11日之前剖腹产子，而当时周杰伦所属杰威尔则表示艺人私事不便代为回应，如今传出好消息，粉丝也纷纷献上祝福，恭喜他们升格成一家四口的家庭。周杰伦与昆凌在2015年7月迎来爱女小周周，至今始终很保护孩子，不让其面貌曝光。现年23岁的昆凌原本想在25岁前生三个小孩，但是因为罹患多囊性卵巢症候群，导致生子计划跟着延后。之后吃中药调养身体，听从医生的建议下，总算怀上第二胎，开心的在情人节当天宣布喜讯。现在周杰伦在21日1点公布好消息，令粉丝开心不已。